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恩，欢迎收看冷消维。幼稚园老师有一天呢，就问小朋友说：“人死掉了会怎么样？”小华就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人死掉的时候会停止呼吸。”然后小明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人死掉了就会全身发白嘛，没有血色。”他说：“嗯。”老师说：“很棒。”然后呢，小强就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人死掉了会四脚朝天。”老师说：“为什么人死掉了要四脚朝天呢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有一天我就进了我爸爸妈妈房间啊，就我妈妈就说要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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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死了。”好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拜托。